我国女子手球队今天上午11:30搭乘国泰班机飞往韩国，参加第6届世界杯和奥运亚洲区女子手球预赛。中华女子手球队一共20位选手，都是经过勤学苦练的过程。他们并且曾经特聘韩国教练指导。他们这次前去韩国大邱，带着很大的信心，准备和日本、韩国等队做6场的双循环比赛。